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体验一日的贵妇生活。然后我这次找了就是我身边他们身为精品 VIP 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带我们去逛街。那逛街跟我平常逛的程度完全不一样。第一个行程呢，我们就要去买一双帝欧的限量鞋。然后这双鞋你说怎样？今年2020大家的梦想清单第一名，对，梦想清单第一名是Dior跟 Jordan 的联名。对，今天第一个行程就是先去买这双限量鞋，走吧。我们现在在Dior的 VIP 室，然后刚才拿到了这一个 Jordan， 他新出的，深蓝色的，深蓝色，好美哦。而且它是磁铁扣，精品等级的鞋盒，Dior的衬纸。它有附三个东西，一个是 Jordan 的 pin， Jordan 的 pin， 然后一个是我记得是翅膀。今年的主题就变成 Air Dior， 原本是 Air Jordan 变成 Air， 然后附一个鞋带这样，然后会多送一个那个鞋垫。这鞋垫摸看看，感受它的是立体的耶，质感超好的，全部都是老花腰。再来鞋子本尊，哇，超美的。超美的，然后它底下是这样透明的，透明哦，两只脚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 logo， 一个是 Dior， 一个是 Air Dior 的翅膀 logo， 然后那个鞋舌都是老花加五。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去继续开箱，就是香奈儿 VIP 室，我们的贵妇朋友在香奈儿 VIP 买了些什么？走，现在呢要停的是香奈儿 VIP 才能够停的位置，然后是在百货公司的门口，就在香奈儿的专柜旁边，去香奈儿咯。这两位贵妇在干嘛？用那个撒钱。然后已经有好吃的甜点，这个是只有 VIP 才会有的，就是你花越多钱就越送，就越丰富就对了。我们要在Mia的带领之下进入就是 VIP 室了。打开来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是钱柜吧，真的超舒服的。香奈儿的 VVIP 室竟然是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它里面已经准备了超级多好吃的东西，包括很多小点心，然后像是水果，都是非常高级的水果。一边喝着下午茶，然后一边呢看就是服务人员展示新品，然后接着就是看荧幕来点货咯。这件他都有买，我的天哪，太厉害了。看着看着我自己也被生火了，大家觉得灰色还是黑色好看呢？车站了，购物完成。好喽，那我们今天呢结束了五个小时的逛街之后呢，今天要来开箱今天的战利品，然后顺便我要问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有关于 VVIP 的一些秘辛，怎么样能成为 VVIP 呢？我们欢迎你呀。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随性的聊天好了，因为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我身为 YouTuber， 我第一次我这么晚拍片，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有蛮多的疑问，还是要问一下你啊。那你要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身边有一些也会买精品的朋友，但是都不是 VIP， 你就是我身边的 VIP。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成为精品的 VIP 啊？买东西啊，对，不要到处买。比方说台北有很多家熊料的柜，好，你不要这一柜买一点，然后那一柜你也买一点，对，你就固定同一个柜，然后挑一个你跟他相处的来，沟通的来的 sales， 跟他，因为这种东西是互相的，他需要业绩，那我们需要我们想要买的东西，对，那你一直这样换来换去，等于你对他没有忠诚度，那他对你也不会有所谓想要付出的
忠诚度的这种东西，所以这是要累积的。当然也有就是处不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换。不过你如果遇到了一个 OK 的人的时候呢，那你就固定的跟他买东西啊，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请他先帮你留嘛之类的。那再来就是说，大部分的精品界大家都喜欢买一些包包。包包这种东西就是讲白一点，他很不欠包包的业绩，因为包包就那几个。所以他们业绩会分开吗？就是会有分部门。比如说同一个 sales， 他会有衣服的业绩跟包包的业绩。比如说他这个月呢，鞋子他需要卖出去几双，那包包是他们不用担心的，因为那个东西一进来，先抢着付钱的那个人才买到。对。那你说我先付定金，他们也不要。那像我个人是刚好我很喜欢买衣服。对。那我想问一下，成为 VVIP 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邀约。比方说，最近 Chanel 会有一个游艇 party， 对对，那有时候是服装秀哦，服装秀会请你。对，之前在国家歌剧院，他们就有一个服装秀的 party， 所以 VIP 的好处就是有这些特别活动，他会邀请你去。那这种东西其实台湾是比较少举办。那还有就是说特别的课程，像插花课，像我生日的时候呢，我有看他生日的桃花。Chanel 也有送你一个厉害哦。Chanel 送的礼物是不贩售的手链。没有贩售的手链，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他们就是很贵啦。那是不是除了其实像我们有时候有些翻到一些杂志款或者是一些比较厉害的东西，是不是 VVIP 也会比较容易拿到？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哦。因为很多东西是限量的，像 Chanel 之前最红的东西就是他跟飞董合作的那些T 恤或是鞋子，就是你拿到手以后啊，外面市场价值会炒非常非常高。那如果他们觉得你对他们很有忠诚，对，就是所谓的 VIP 的话呢，你就可以比人家早一点先浏览这些东西。你如果想要买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的话，就像一开始讲的，你要跟他建立良好互动的关系，这样他有什么好的消息，就会第一时间先通知你。是不是还可以定制啊？定制的话，目前 Chanel 我没有遇过， Dior 的话有。Dior 的话，今年四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专门开给 VIP 的定制包的活动，可以选 Lady Dior， 对，或是选那个马鞍包这样子，对。然后皮革也可以选，皮革可以选，对，皮革有鸵鸟皮或是鳄鱼。它除了一个可以选呢，它上面的那个扣饰也可以选，可以选。因为我自己买精品的习惯，我会很在意这个东西保不保值。可是我今天跟你逛街的时候，你买了超级多衣服的。可是我想问一下，你买这些衣服不会怕有过季的问题吗？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买精品的衣服 OK？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欠揍的个性，我真的很欠揍。对，就是我东西可能买来啊，穿了几次，对，我就会不想穿。哦。但如果今天我买一件 T 恤，我花了2万或3万买这件衣服，对，当我只穿两次就不想穿它的时候，我内心就会说，你要再赚多少钱才能再买啊？那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哎，它就是一个基本款，一分钱一分货。越基本的东西啊，靠的就是剪裁。给大家看一下我身上，就是那个 Dior 的洋装，虽然看起来是很基本款，但它你看它穿起来，剪裁是立体的耶。所以其实它版型跟材质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如果你想要挑不要过季的东西，就是不要选那种人家一眼就会觉得说，哦，这是那一季的东西。哦，选像这种格纹。你穿10年，它都还是很漂亮。对，你再往前回想啊，其实奥黛丽赫本就是穿那种型，真的耶。那像我身上这一件是 Chanel 的 T 恤，它剪裁很简单，可是它就是画龙点睛，它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而且它是可以，它可以拆掉的，因为你衣服毕竟要干洗嘛。那它这个东西上面是有金属类的，那你这样洗会不好洗，它这个东西是可以拆掉的。然后它就是这样，我都觉得什么肩线啊什么，它都做得很漂亮。后来想想，就是其实那些钱换算起来，
买这种可以买质感比较好，对，就可以穿比较久的东西。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想法，也提供给镜头前面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买了好衣服以后，你就乖乖的把它挂好，就舍不得了啦。就想说都花了钱了，我们就要好好爱护它。嗯，我都会挑一些基本款，然后百搭，但是又不失个性的单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退流行的问题。对，所以在我身上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嗯，那可以请你来帮我们推荐，就是今天逛街的五个小时，可以帮我们推荐。对对对，马拉松式的逛街，可以帮我们就推荐几个你觉得非常值得可以分享的东西。因为最近很流行，就从 LV 开始，多用功能的多功能包，就是，很多个小包包组合在一起。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可以放手机，然后它那个比较特别的是，它这里又可以拿出来，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皮夹的概念。然后它这个就又是另外一个包包，里面有这样拉链层，然后前面又可以放东西，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小夹层，而且你就想象说它其实拆开来是多用途，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价钱 OK。值得收藏，那这种东西我就会买。哦，原来是这样。哦，对了，最近很流行老奶奶眼镜。老奶奶眼镜，他在哪？他现在去找他的老奶奶眼镜，去翻箱倒柜。我刚刚拿出一件他买的衣服，看他有这个 Chanel 的衣架，超可爱的。好，我们现在等他的老奶奶眼镜来。组装，我在组装。他在组装他。这个可以拆吗？对。你要拿来，不好意思，不会不会，这样你要拿来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多层次的。对，你戴了这个之后呢，你再多戴另外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东西，就是混搭。嗯，它就是等于送你一条他们家品牌的珍珠项链，对，它就是这样戴着，然后就会觉得哦，你穿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就会有一个重，这样就会觉得你今天的穿搭很 OK， 对，出去就很画龙点睛的，真的。那下一个单品是什么呢？幻想迪奥，好，幻想迪奥衣服。迪奥如果我觉得要入手他们家的东西，可以先从他们每一季的 T 恤开始，来找了啦，来去找。那我先讲帽子好了。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迪奥的帽子。我其实这两季下来，他们家的新帽子我都有买。你不要看它那么简单，是一个这样的感觉，你也戴看看。它戴起来是。怎么样？你又在笑人家？在那边，在老奶奶眼镜。有点怪哎，没关系，我们看看这样好不好看？可以好不好？可以好不好？还蛮时髦的，真的吗？就是飞旋老奶奶。就是推荐给各位的妈妈，你就啊说服妈妈去买，然后自己拿来用这样子。这种概念，就是他们家的。我刚看到这一件超可爱，他们家的 T 恤我很喜欢。版型每一季就是大同小异，不太会变，所以如果你没有发胖还是干嘛的，你尺寸就是固定量，我跟你说，你就是跟你的好的那个 sales， 这种时候你跟他的交情就派上用场了，因为有什么东西啊，你就赶快跟他讲，不然抢不赢别人。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件？我刚刚有听到，关键上只有会上只有进这一件，然后这个超可爱的，对，这个很可爱的托特包是 T 恤送一起的。好可爱哦！然后这一件 T 恤叫做 Around the World， 这样子。然后这是夏天嘛？那如果台湾的天气其实冬天不明显，那迪奥有一个东西呢，我觉得很不错，就是这个。然后它还有一个帽子，哦，还有一个可爱的帽子。那我觉得它很方便，是啊，那里面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其实真正很冷的时候不多。它是 cashmere 的织料，对，就是毛料，入秋或是刚入冬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穿短袖，直接现场穿。我不好意思啊，就这样试穿。对，很好看耶，就这样。嗯，然后因为它是毛料嘛，对，所以它保暖，但是它又不会让你很闷热。那你穿短袖也 OK。然后如果风大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帽子也拉起来。就也很可爱，而且这个版型是这两年他们都一直有推出的，推出的版型，所以就真的也没有什么退不退流什么问题。那你啊，今天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如何成为 VVIP 跟 VVIP 的一些好处，觉得已经非常多东西。可是我想要知道是，
我记得那时候你在结账的时候有跟我说怎么样付钱，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就是你这样买精品会有折扣。对，因为像这些东西是不打折的。那有时候呢，百货公司会做那种，比如说满万送一百，银行礼之类的。可是其实银行礼不多。对。那假设你今天你要把这一次冬季的衣服你要买齐，你要买包包，你要买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买百货公司的礼券。通常百货公司礼券的起跳是50万。不同的百货公司，它会回馈给你的层数就不同。那个金额超过50万的时候呢，请你舍弃刷卡这条路，准备好现金去柜上，请他们交给楼管。最好是挑有活动的时候去。那个满万送500的活动，它一样可以，等于是两个活动。两个活动这样折下来，其实也蛮多钱的。就是当你的金额是几十万这样子在算的时候呢，就那个1%、2%都是很可观的，对，算起来都是好几万的。原来有这样的秘密，可以让大家就是在购买精品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优惠咯。那我们今天就是谢谢你啊，跟我们分享非常多就是关于 BBIP 的生活，我觉得也蛮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当今天一日小跟班。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咯，然后记得每周三每周日我们都会有新影片，然后我们会把米娅的 IG 放在旁边，所以大家可以追踪他。如果你们喜欢看精品分享的话，其实他常常会有一些精品分享。好咯，那就这样，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我是 Sammy， 我是米娅，拜拜拜拜。